老板，给我来个大碗的拉面啊！哎，好的，你先坐。快点，快点。哎呦，这不是张姨吗？提供线索者。5000块，顾先生谁啊？哎，你干嘛？我还没喝完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张姨，哎，你还没给钱呢。啊，别找了啊。是顾先生吗？是。啊，那个，我看这个报纸上登的一个寻人启事啊，上面说只要是提供线索就能给5000块钱的酬谢，是不是真的呀？是，肯定是真的。怎么，你有线索是吗？哎，如果您现在有线索的话，我们可不可以到报社门口集合？不是，我们约在报社门口，然后您把线索给我，我把酬金给您，行吗？嗯，行啊，就是我想问一下哈，是不是你一个人去呀？怎么了？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就随便问问。好，好，好，那顾先生，咱们在报社见啊。行，我们也马上到。有线索了。嗯。谢天谢地。下去看看。啊，顾哥，嗯，我突然觉得有点累，要不然你自己去吧，我在车里歇一会儿。怎么了？不舒服？行，那也可以，你在车上等我吧，我去看看有什么线索，回来告诉你啊。干什么呢？我上班呢，我下班再找你啊。你好，我就是顾刚，当时您打给我吧，真谢谢你。如果真能照您的线索找到人的话呢，我马上就把钱打到您户头去。你现在马上把银行卡卡号告诉我。这不是给现金啊？对，要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找到人才能给您钱。那他要知道线索了，他自己找到人不给我钱怎么办啊？不会的，要不这样，您跟顾先生先过去，要是找到人立刻给您钱，您看怎么样？我哪有这时间呀，我这都是请了假啊，放下手头工作来给你们提供线索的，你们不能这么不相信我吧？您别误会，我们没有不相信你。那就拿钱呀。这样吧，我这呢有1000块的现金，您先收着。如果真能找到人的话，我马上把4000块打到您卡上去，行吗？说话算数啊，行。
人呢？我先走了啊，对不起。哎，哪儿去啊你？哎，大嫂。哎呀，大嫂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你给提供的线索啊。大嫂。啊，谷刚，你命可真好，那5000块钱的酬金你也可以省了。这是我大嫂，我亲大嫂。哦。大嫂你好。好。这寻的是咱们张姨呀。当然是张姨了。你说，哎呀，我也觉得挺奇怪的，我就琢磨呢。你说，这怎么这么像张姨啊？哎呀，你看，我现在就真的我的眼睛花的，我这脑子不好使的，真的，我认人不清啊我。大嫂，你该配个老花镜了。哎，大嫂。你不会真的收人家顾刚的钱了吧？这可有点不合适，人家顾刚是帮着咱们找张姨呢。来，真的顾先生来，没事。顾刚，你要是不收下这个钱，你就是不给我大嫂面子，你就是打我大嫂的脸。哎呀，刘云这话说的真是太对了，您要是不收啊，真的打我的脸，真的打大嫂的脸呢啊！拿着，大嫂，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儿去接张姨吧。哎，行了，我这请假出来的，这炒了鱿鱼呀，你负责不起，我走了。刘媛，您这演的是哪出？走，咱去找张姨。这个张姨跟刘云他爸非法同居多年，他现在又是一个人孤家寡人了，耐不住寂寞了，又瞄上您了。他男人去世还不到一个月，就跑到医院来伺候您，这不是勾引是什么？吃不下饭，要不你跟我们回去吧。我不回去。张姨，杨宇他不懂事儿，有什么做错的地方，我代替他向您道歉。道什么歉呢？事情弄到这个地步，干脆我一个人过，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了。我能放心让您一个人过吗？是啊，张姨，您一个人住这样的地方，让我们怎么放心呢？这就很不错了，我能干活，饿不死的。顾刚，你先去上班吧，这儿有我呢。行，那我先回公司，有什么事打电话给我。说你这生日那怎么过的呀？这是，要我说呀，就是顾刚的媳妇故意找事儿，那女的，我觉得不怎么地，不好伺候。那她找什么事儿啊？你没听说过呀？所有的婆婆跟媳妇儿那都是天敌，更何况这是什么？这是后婆婆和儿媳妇儿，那能好得了才怪。妈，有时候我觉着吧，您真挺幸福的，我觉得您命特好，
看着我嫂子这么一好媳妇儿，又孝顺，人又好，上哪儿找去？平常您在家没事的时候啊，您就多比比，跟张姨比比，比比您就知道了。您在天上，人家在地下，省着你老不知足。什么天上地下，本来就是嘛。杨姨，有事儿？我有话跟你说，来，你坐下。怎么，你也想离家出走？我根本就不想待在这儿，要不是因为您上次生病，我根本就不会回来。你的意思，这次让你回家，你受了不少委屈是吧？难道不是吗？爸，既然你想找我聊，那我们就好好聊聊。好，你说。我承认，以前我的确反对你找老伴儿，可后来我看您的确是孤单，也就同意了。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我能理解你要找老伴儿的心情。这人嘛，特别是老了，总要有个伴儿的，这我知道。对呀，你说的没错呀。可为什么一定是那个张姨呢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嫁给杜刚？这能一样吗？因为我们有感情啊。我和你张姨也有感情，怎么，你不能理解是吧？爸，那个张姨一看就是在骗你。她怎么骗我？她骗我什么了？咱们家不就是有点钱，有个大点的房子吗？你不要以为人人都是盯着咱们的钱，咱们的房子。那这么说，你就认准他了是吗？对，我除非这辈子不找老伴儿，如果找，就是张姨。爸，我正准备打给你呢。那，你说。杨宇收拾行李走了。什么？杨宇走了？啊，知道了。哎，爸，我告诉你一消息啊，那张姨我们找到了。真的？嗯，你别担心。刘云呢？啊，刘云，刘云在呢，刘云陪着他。嗯。啊，你放心吧。哎，爸，我开车呢，先挂了啊。好。哎。你说的这些我都懂，可我的心我想到你爸爸那儿去看看。我理解您的心情，我陪你去。总觉得你还在家里，还在阳台上摆弄那些花呢。可等我缓过神来，我知道你再也回不来了。我羡慕你，你现在什么烦恼也没有了，可我活的处处是麻烦。把你那好闺女刘云拖累得够呛。张姨，胡说什么呢您？
刘云，今天在你爸爸这儿，我跟你说清楚，你以后不要管我了，谁的事情谁扛着，你也一大家子人呐，我不能老是这么拖累着你。谁让您是我的张姨呢？张姨，我不能不管您，我现在没有机会孝顺我爸了，我就特别的后悔，我那个时候太不懂事了，不体谅我爸。张姨，您就当是给了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啊，我不能不管您。你傻呀，孩子。嗯，我傻，我还得给您养老送终呢。来来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儿刘云，这个啊，就叫张姨啊。张姨，哎。希望在那住，所以他让我给你找一新包。哎呀，都走了，都不回来了。爸，您别着急。我能不着急吗？爸，您放心，明天我就把张姨给接回来。这样吧，明天你出去看看，想办法给我租一套小点的房子。啊？为什么？我搬出去住。如果张姨同意呢，我就和她结婚，你把杨宇接回来。如果张姨和杨宇不见面，不就没有矛盾了？行了行了，爸，您不用说了，啊，坚决不行。您用不着这样，你就在家安心住下。哎呀，那杨宇呢？那他想回来回来，不想回来住外头呗。哎，杨宇虽然有不是，但是我不想因为我造成你们更深的隔阂，能和好尽量和好。我想，如果和张姨生活在一起，我的饮食起居你们都不用操心了。爸，我跟杨宇的事儿您才不用费心了呢，我给你泡杯茶去啊。张姨还住在那个出租屋呢。嗯，不过那是暂时的。哎，刘云，我事先声明啊，无论怎么着，张姨不能再回咱们家了。就算是不回咱们家了，那你也用不着说的那么严重啊。
事先声明。我说的严重吗？你自己说，自从你爸走了以后，咱过过一天好日子没有啊？天天鸡犬不宁。有意见了？有。文凯，自从张姨失踪之后，你不但没找过，现在我找着了，你不但不高兴，你还那么多的抱怨。你找着又怎么样啊？他又不回顾家。哎，你说我就不明白这张姨怎么了，跟谁较劲呢？什么自尊呢？哦，住在自己出租屋里有自尊，回顾家就没自尊了。我就那么回顾家，就是没有自尊。我听您这话的意思是，还得回咱们家呀？就算回咱们家吧，又怎么着了？我不同意，绝对不同意。哎，刘云啊，你张姨准备什么时候回顾家呀？还不知道呢。我觉得你张姨啊，有点太娇贵了。你说她这个身份，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说，那就是没定位好啊。她就是个保姆吧？那你怎么能因为一两句话不合就收拾包袱走人呢？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比如我和文雪，那也一见面就吵啊闹啊，你说有时候他还讽刺我，我在意了吗？是不是？我不能因为一两句话不合我就收拾包袱走人。奶奶，就因为你和小姑是亲娘脸，所以你才不生气，要是你和我妈斗嘴你就生气。赶紧吃饭，吃完饭上学。刘云啊，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呀，你张姨呀、啊、就觉得你是她的靠山，她不管做什么事儿来你都能帮她处理好，所以她就由着性子胡来。小哥快点吃，吃好了吗？该上学了，要不然迟到了。拿着吧，拿着吃，走吧。小可，妈妈发现你的理解能力越来越强了。那是事实，因为奶奶和小姑顶嘴，奶奶就是假生气，要是你和奶奶顶嘴的话，奶奶就是真生气，而且还向爸爸告你的状呢。你说你怎么净观察这些啊？我们语文老师说平常要仔细观察，这样子才能写好作文呀。哟，妈，您这是干嘛？干嘛？我走，我给他张姨腾地方。哎呦呵，好好，怎么都会这招玩消失啊？我也离家出走，我就是要学他张姨啊，离家出走。什么叫会闹的孩子有糖吃啊？你看他张姨，哎呀，多会闹啊，整天围着刘云。我呢，知书达理、宽宏大量的，好像我就是应该的。对呀，您是咱们王家的掌门人嘛，宽宏大量、知书达理，你不应该。别给我戴高帽，告诉你，我呀，我这当妈的，我够意思了，我是一忍再忍，
这些事儿啊，要放在谁身上，那都不如我。对呀，放谁身上都不如您呢。我是你妈，刘云，凭什么给我脸子看呢？啊，欺负人欺负到家了，柿子进捡软的你。哎呀，妈！哎呀，别妈妈的，有本事啊，把你媳妇镇住。哎，亲爱的，我正找你呢，我有点急事，刚请了假。可是我上午约了个客人，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下啊？嗯，好的，没问题。太好了，谢谢，等我回头再谢谢你啊。刘云，顾刚，怎么那么早啊？是，昨天晚上，我爸跟我聊了很多事儿，他说他要跟张姨结婚，还准备搬出去住。搬出去住？为什么呀？我爸的意思是，结婚之后他跟张姨搬出去住。让杨宇搬回来，只要他们俩不打照面，就相安无事。那你同意了？这事我怎么可能同意呢？我妈去世之后，我就剩我爸一个亲人，孝顺他都来不及，再加上我家里那么大，我怎么可能让他搬出去呢？那你打算怎么跟张姨说？一会儿我们去趟张姨那儿，只要把我爸的意思传递给张姨就行了。嗯。哎呀，什么情况？你怎么跟老小孩说走就要走？哎呀，你别管我。我不管谁管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送行啊。给我送什么行啊？我哥说的。你不是要回老家散散心吗？正好我这两天放假，我打算陪你一块儿去，和你一起呢去领略一下咱们老家的风光，多好啊！故意的，是不是？你们俩合起伙来气我，故意气我，是不是？妈交给你了。什么交给你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回来！哎呀，别吵了，谁气你了？我要真想气你啊，我早就把你给气走了，还要等到现在？行了行了，是你想得美吧？你要一气我，我就走。哼！哎呀，从小长这么大这么多年了，那我得走多少回了？妈，我觉着吧，你特失败。我怎么失败了？当然失败了，人家我嫂子就说了你两句啊，你这一赌气就要离家出走，你不失败谁失败？行了，别整这激将法。哎，妈，咱不谈兵法，咱就讲讲最实在的。你想想，不就因为我张姨，人家来咱们？嗯，谁张姨？你张姨啊？都，哎，我说我嫂子她张姨。哎呀，他要来咱们家住两天，您这一生气，这不就要走吗？您要是真走了，这不正好给他张姨腾地方了吗？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前脚走，我嫂子肯定后脚就把张姨接到咱们家来。刘云他敢？他有什么不敢的？我嫂子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在咱们家他有什么不敢做的？您想想，如果您要是不回老家呢？没准张姨来咱们家见着您抹不开面子，他也不好意思，可能住两天他就走了。您这一回老家，咱家彻底空了，没人了，想住多久住多久，到时候那谁能撵他走啊？走与不走，这是一个决策的问题，所以说您可得想清楚了，这一步错可就步步错。走吗？我给您收拾行李去。哎，走什么走啊？你快上班去吧，你就是撵我走我都不走。你自己说要走的，你不走那我走了。哎呀，快上班去吧。妈，你看你真是的，跟老小孩似的，跟我嫂子还能赌气。我走了，我真得去上班去了。哎，你中午自己吃饭啊。啊，别生气了啊。文凯，怎么了？跑这儿来了？哎呀，大哥啊，本来呢是不想找你，但我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。行，我换一个盘过来啊，等我一会儿啊，我等你。张姨，张姨，你们俩一大清早的跑到这儿来，
不上班啦，多累呀、啊！您要是怕我们累，您就别再住这儿了。是啊，您一个人住这儿，我们真不放心。这不，刚来的路上，刘云还说呢，他一个晚上都没睡好，整晚都做噩梦。别为我操心，我住这儿挺好的。张姨，首先呢，我再一次慎重地跟您说对不起，杨宇他做的不对，但杨宇是杨宇，我是我，您就给我个面子吧。我不计较杨宇，我离开你们家是好事儿，大家都清静。张姨，无论您怎么生气，我都能理解。我不生气，我说的是心里话。嗯，您这样做是对的。换作我是一个保姆，我在顾家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那我也会跟您一样离家出走，而且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回顾家了。但是张姨，咱现在不是已经不是保姆了吗？那既然不是保姆了，那咱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想法？顾刚，你把顾叔叔的意思跟张姨说一说。张姨，那我们进去说吧。你妈也要离家出走啊？可不是嘛，这一大早的说什么都留不住，都开始收拾衣服了。文凯，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，你知道我当大哥的比较窝囊，按理说吧，这个家我应该撑起来，你看什么事都往你身上搁。大哥大哥，别说这话，我其实真的不是抱怨，我是担心这事儿没完没了的，你想连我妈都害怕了。其实我也能理解我妈，你说这事儿搁哪个老太太身上都受不了，你说对吧？是，我能理解，我能理解。要不这样吧，我跟老三商量一下，只要张姨回来呢，就在我跟老三家轮流住，你看行吧？你这话大嫂能同意？我知道，你嫂子这人脾气你也知道，但是，文凯，我真的以前对不起你，哎，就今天，我就今天把话搁在这儿了，只要是张姨回来，就在我跟老三家轮流住，你告诉阿姨让她放心，行不行？行嘞，大哥，就冲您这句话，我尽力去。你说你爸，张姨，我爸他打算跟您结婚。跟我结婚？是。谢谢你爸的好意，我没这个福气。张姨，你先别激动，顾叔叔想结婚这个想法他是经过慎重考虑的，而且他也是真心实意的，您先别那么轻易的拒绝。谢谢你顾叔叔的好意，我高攀不起。张姨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我爸他对您真的是真心诚意的。我也是真心实意的谢谢他，其余的我什么都不想说了，不说了。你们上班去吧，去吧，你们上班去吧，让我静一静。张姨，您听我说啊，你们要不走，我走。我还得干活去呢。张姨，您顾刚，让张姨静一静吧，咱们先走，我改天再来看您啊。张姨，走吧，顾刚，走你现在态度挺坚决的，你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啊？要我说，让杨宇给张姨道歉。你怎么找这样一个老婆？那是，谁让我命没有王文肯呢？别拉我瞎动。哎，你办法多，你赶紧想一想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要给我呀？我也不嫁。哎，有一个办法，说不定能行得通。什么办法？
但是恐怕得让顾叔叔受点折腾。文雪，哎呦，嫂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有事儿啊？也没什么大事儿，还不是咱妈呀又犯病了，我刚从她那儿过来。妈又怎么了？能怎么样啊？我妈那人就喜欢折腾。你是不是早晨跟她拌嘴来着？那个能算拌嘴吗？妈呀，就是担心张一再回来住。其实啊，咱妈的心情你也得理解一下，她就是一普通老太太，境界呢也没那么高。我也不是仙女儿，我也是个凡人。况且了，张毅也没搬回来住呀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啊？等着吧。那张姨的情绪非常激动，当然我也能体会张姨什么感受，所以刘云就想出这么个办法。只是爸，不知道您愿不愿意。张姨能到咱们这儿来伺候我，我怎么就不能去他那儿伺候伺候他呢？爸，您真愿意。只是爸，我担心您身体会吃不消。我身体我自己会注意，你啊就操心操心你媳妇儿吧。要把张姨接到咱们家来住，绝对不行啊。这件事我说了算。你说了算？对，我说了算。你要说了算的话，那咱这日子就没法过。王燕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刘毅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真的我已经受够了，受够了，受够了。实在不行，那咱就离婚。别老拿离婚说事儿行吗？小坤都多大了啊，害不害臊？害臊？我为什么要害臊呢？啊，我觉得我日子过得不舒服了，我就想离婚。行，你说离咱就离，随你的便。哎哎哎，你还真当真了你？没有啊，是你先说离婚的，我又没说，平时我没主意，都听你的。你说结婚就结婚，你说离婚就离婚。哎，你是不是有毛病你？我没病，我很健康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想通了，只要张一在，我就让张一住咱们家，不能看着我妹妹为难，懂吗？啊，闹了半天这是刘云扛不住了，找你求救的。哎呦，他不是一直都挺厉害的吗？啊，他不是一直都挺有能力的吗？他不是一直都是张一的保护伞吗？哦，原来他现在也准备撤退了。王燕，看看你自己，像大嫂的样子啊？你说这些话我都替你脸红。这事就这么定了，我当家了，要么就过，要么就离。你的意思是说让张姨轮流在咱们家跟大哥家住？对啊。多久？你能不能别这样看着我？没有，我只是好奇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就因为张姨的事情，我二姐的婆婆要离家出走。如果我二姐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她不会麻烦我和我大哥。我姐的为人我最清楚了。张姨在两家轮流住，大嫂同意了？我哥说了，这次他顾不了那么多了。行，只要大嫂同意，我没意见。真的？我不搞特殊化，就是向大嫂看齐。只要大嫂能做到的，我肯定能做到。您来这儿干嘛？我来看看你啊。我挺好的，您别为我操心。谢谢您了，您回去吧，我还有事儿呢。什么事儿啊？我陪你去。我真有事儿。我真的陪你去。
爸。顾刚啊，哎，明天你别接我了，也别送我，我自己搭的坐公交车都行。这怎么行啊？你看，接来送去的，显得心不成不是吗？哎，哎呀，爸爸，啊，不行，这样我担心您身体吃不消啊。我身体我自己会长的，没事啊。哎，爸，您觉得这方法怎么样？有效没有？慢慢来吧。刘云，张姨，您怎么来了？嗨，快坐，快坐。哎，你顾叔叔这两天老往我那儿跑，我担心他的身体，这么折腾下去会出事儿的。这顾叔叔吧，出了名的倔脾气。他就算是把自己折腾到医院里去，也肯定还会天天的往您那儿跑的。您要是想躲着他，估计啊，他还会到处找您呢。牵手的时候多么不容易，在哭的时候紧紧的相依，千山万水寻找爱情，你说过不离不弃，额头留下岁月的痕迹，是我们一生的约定。唱不出那段默契，那段甜蜜一样的旋律，我想那落幕烟火，黑夜绽放孤独的美丽，我只有抱着回忆走过四季，忘记了归期，就算是梦里相遇，无声无息拥抱着空气，我想你。牵手的时候多么不容易，在哭的时候紧紧的相依，千山万水寻找爱情，你说过绽放。